啊，隨便提啦。我真的好開心啊！這個新公司，我喜歡呢，所有劇集的主題曲呢都可以給我唱了，我真的好中意唱歌的嘛。我說這不真真中意呢，我希望咱們呢都可以做那個主角呢。你是哪裡來的？北京來的嗎？咱們嘛，管理跟到咁勁。好了，可以是 Will Tio， 可以 Make Feel 的紅根寶。红金榜都有普通话口音，对，我那个武打的，咩 ？OK， 咩咁啊嘛？对，我们希望我新公司可以给我们四个做那个主轴。聚焦。啊，迪哥说他那个香港的，没关系啦，他是香港的洪金宝啊。他说他想好那个剧情了，叫做那个金钟世代才子啊。普通话什么来的啊？总之公司给机会我们做主角，我们就会派主角。对，他是像 Macfield 的洪金宝，他是洪天明，不是。他是袁富华，他是 Macfield 的太太，梁立伟，Macfield 梁立伟，我做饭何启华都好了，哎呀，做饭何启华，哎呀，做饭何启华，哎呀，咩啊，做饭。我都話嚟㗎，做翻好企話。咁最近有冇人拗你哋，即係托你哋拗飛啊，拗？每天都好多人，有啊，好多人啊，每天都好多，每次呢話開 show， 我們都好多 message， 好多人問我們有沒有好的票賣啊，你這樣。我差一點點。以为自己打错工了，我以为自己是卖飞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我昨天有一个很厉害的，他给我一个呢位置，他括我这个位置，说我要这个位置，可不可以帮我买啊？我当场吓一跳，然后得胆笑，我真的以为自己真的是卖飞的。然后我想一想，我原来我不是，我是 Macfield 的第一代来，不是卖飞的。Macfield 的第一代来。OK。好多人啊，昨天啊一起唱了好多 message， 很多很多，我七人线的他们，不是普通话来的，吃到不能吃米线啊，就是那种感觉啊，吃到不能吃了米线哦，哎，这抄他们啊。对，抄他们的牌啊！对啊，这抄他们了，全都播，哎，真的。你上次有我们 Era 开 show 的时候啊，你才打给我们好吗？我们不是密码啊。对，